好的，这是第一盘，是个剑神。落地点。哎，用无敌，用无敌躲掉的他的那个 EX 怒连招。哎哎，这个就叫多段爆菊花。哎，飓风舞。阿莲，哎呦喂，好神技，刚刚我觉得最帅的一幕啊，就是这个家伙跳起来放飞空连射，我放了个多段，把这菊花给爆掉。这个七支箭一起爆菊花，比一个手指爆菊花厉害多了。OK。打剑神我也不多说了，其实就是近距离吓他，跟他玩心理战术，然后一个提射抓他一个落地点。OK， 就这样。第二盘，哦，哎呦，哟，我没有浮空，居然直接落地了。我的天，这个束缚啊，真的，哎呦，呀，看到竞技场那个小人，干什么？站不动啊，真是，开这个盾挡觉得自己老大了啊！哎，我的天！嘿嘿，哎呦，来，你审判力了，我就开。哎，哎呦喂，没关系，哦，你看多痛，呦，不行，完了完了，挂掉了。好，哎。干什么？哎呀，每次给我十字军多好啊，一个十字军我就可以打那么久，真是的，对不对？哼，前面我开爆发的时候卡了一下屏，还中了个雷冲，中了个雷冲就算了，还中一个十字 EX， 可以看到就是审判后的这个伤害才高，审判前这些伤害都是浮云啊，都是渣渣。好的，第三盘怒开 buff， 老样子，战神，就是啊、是战神，帮忙，好，天助我也，这个束缚后缀啊，绝对是看人品啊，怒连招，我的天，破断，回来，哎，继续。哎，螺旋！哎呦喂，苦逼啊！全被接上！哎哎，哎呦，这什么？哎呦，直接台风的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台风都能切断了，哼，搞笑吗？哎
等等，我要放神技了，神技来也，嘿嘿，神技出手，天下无敌啊！哼哼，简单说一下打战神啊，打战神有两种，一种是纯跑的，这种比是非常难打的，这种就相对来说对着你狂冲啊，这种像神经病一样的战神，你游侠打起来就好一点，你抓准他一个翻滚，用捆绑再拉回来，然后像我刚刚那盘束缚特别给力，可以看到束缚他放什么来着？放什么来着？我一下记不清了，反正束缚特别哦，就是我把他踢到浮空，他浮空掉下来被束缚了，然后接着被我双飞腿接下来一个鹰击给砸中。好，这一段就到这。好的，第四盘是个冰灵，打冰灵这个反了，坑爹冰啊！我稍微认真一点要打喽。坑爹冰，等一等技能。倒，人品不行啊，哎，神技，坑爹兵还不死啊，坑爹兵，坑爹兵。OK， 打冰灵，哎呦，这个闪风你要躲躲好就行了，闪风给他躲掉，然后星云锁链接金钟火焰就可以打到他硬直。如果聪明的冰灵，他就会拿霸体去顶，因为他开着盾，我有盾，我自豪。关键打冰灵，你反正挺困难的。这个如果经验不足，肯定要被冰灵打趴下的。而且这个冰灵，你看我打他，他都不跳绿字的，也就是说他穿了一套法力套啊。这时候他可以无限开盾啊，就差不多这个意思。好，这一篇就到这，我估计下一次还会遇到这冰灵。好的，第五场，坑爹雷神，打雷神小意思啊。哎哎，斩！哎，倒！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啊，没关系，哎，用霸气扛住，我直接飓风舞，差不多要浮空喽，倒，好。坑爹雷神，去吧！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哎，出去！谁让你在奇迹里面的？哎呀，哦，不能！你奇迹是吧？啊，你奇迹好了。我在奇迹里面连你啊，逆天的男人，不解释。打雷神我也不多说了，这里就是说一下技巧。这个打雷神啊，他放这个奇迹啊，你直接命换星星一路往外推，把他推出奇迹外，然后差不多算好，就是奇迹每秒就是落光的那个间隔，他有周期的呀，他每次落光都固定的，所以嘛，你算一下再接技能去打。这就跟算这种捆绑，就是捆绑闪一下你接一个无敌技能，道理是一样的。
好吧，打雷神就到这。OK，第六场又是这个坑爹丁啊，坑爹兵啊啊！长闪啊，不，躲他这个闪。耶，这兵力有点滑稽啊，放技能放得很搞笑啊。起身，妈，就看这一下，好。可以连招了，哎呦，我玩玩出来一些搞笑的人了，哎呦，不要结冰，没结冰就行了，哎呦，挂天上了，哎，漂亮，缓一缓，等冰套套结束。让我看看啊，可以放一个激光。哇，这么霸气啊！师傅啊，你来了，你上来。雷是不理我们，你看不理我们。嗯，不理的。等一个闪啊，我歪歪进来的人大家不要管。哎呦喂！哎，哎呦！没有看到，我为了射五箭。后面那一段好好笑。继续，我没看，我就看前面一点。说我是为笔记本啊，在哪？然后我就没看了，关掉了。哎，我过来摸索一下雷斯的心仪对象。我也是。哎，我雷斯心仪对象啊，两个字啊，带五四啊，两个字。差不多，这个我前面也跟这个兵临打的，这里就是要讲一下这歪歪这些人啊，没事干就找我聊聊，在这边聊我的八卦。好了好了，这里先到这，跟他们讲讲。